今年参加第四届新唐人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的参赛选手，武艺之高创下历年之最。而得奖的选手能够在这样高手如云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，都感到非常欣喜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获奖感言。自中国大陆的唐毅最终获得男子器械组金奖。肯定很激动了，还说是全世界华人。全世界武术精英荟萃能得到这个金奖，非常感谢新唐人电视台。唐毅感到传统武术家需要这样的平台和机会来展示。大陆那边很多，因为他在渠道方面有限制，所以很多来不了。我来了算是幸运的，算是。来自美国加州的王百利获得男子拳术组金奖。这个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这个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，给了我们传统武术一个新的力量。哎，王百利这次带着自己的师兄弟师妹朋友都来参加大赛，这个是正确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传统武术在国内已经很少见了，虽然说有练的，但是国家不支持。哎，国家对传统武术不支持，因为它支持竞技套路，没有给一个传统武术的一个真正的平台。哎，你想去干什么都得去自己花钱，自己弄，所以说没有给一个真正的平台。现在呢，到了这来以后，我到了这来以后吧，就感觉它不同。哎，这个传统武术给这么好的平台，为什么不来参加呢？选手感谢新唐人给传统武术提供了平台，表示愿意为传统武术的传承尽自己一份责任。各个水平很高，说是都挺好的。我能获金奖，纯属幸运，真的是。有什么打算下一步？下步打算继续传承中华武术，把一份责任，一份练武的责任放下去。新唐记者蓝青、宋生化，纽约报道。